place where they told you what to chase, told you how to run the race. Every move was on the page, but I didn't like their way. Had to fight and misbehave, had to find a way to change, had to leave to find my way. Caught up in a daydream, I beat my mind up there almost daily. It's how I pass time, no opinions safely. It's how I understand what I want in this place, see. Cause everybody wanna tell you bad things. What could go wrong, what fame brings, but success is a finicky thing. And if you ain't sure, no, it'll never be. I don't wanna let myself down, I don't wanna let myself down. My fate, you won't understand it. All alone, that's okay. People, I can't stand them. They don't want me to. 4 3 2 1，请帮我打开三号房间。哇，你看谁来了？答错了。掌声有请吴琼老师。哇，我都气死了，他们两个，哎呦，那朋友只有一个，三碗汤，哎呦，哎呦。著名黄梅戏演员吴琼，他与刘全和、刘全利同为中国广播艺术团同事兼好友，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，三人共同学习成长，见证了彼此的青春岁月。今日相聚舞台，将讲述哪些属于老友之间的故事呢？这家伙什么状态啊？怎么你的女朋友只有刘宇？因为他比你长得老，你老年轻。一会儿你们原来你们关系一般呐、啊？不是一般。我们当时做一个节目，跟你说哈、啊，又来了。我们是演他让我们俩那个带夫人来。我说我不带，他说那你找俩女的吧，就把吴琼找过来了。当时啊，我们俩他就给他找过去了。我就是因为今天怕他俩揪我，穿了裙子了，知道吗？吴琼啊，我跟你讲，在团里头，我们仨在社会上也是最好，真的。那怎么还刘玉婉呀？对呀、啊，我的女朋友只有刘玉婉呀、啊，真是啊！这不是做节目吗？这不是做节目吗？就是你在我心里呀、啊！您小心，下一个是刘玉婉老师。没了，就三个没了。那次他来，我们每回都是三个、四个是常态，不可能要来就一块出来了。你们出北再打开，这边再打，那边再打。哎呀，亲爱的，你跟他们俩关系一般呐？不是一般，最近他结了婚以后找一个。那个比我好的我跟你讲、哎、他找那个我就不敢了，对，他找那个又高。我觉得你今天有话语权，说话的权。第一个没有，另外第二个是不是皱纹比平常要多一些？哎，他俩离他们远点。就是我跟你讲，我说哎呀，这真是，尽管他不把我放心里，我还是把他俩给看得挺重的。说哎呀，我说赶紧下了飞机我就奔过来了。我跟他们俩呢是在一个团里，你跟他在一起啊，你就得忍不住的要老是乐，所以我现在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。皱纹平白无故的增加那么多，你说是不是？一路上啊，我们去演出，不管那个车坐多长时间，他俩的话都不会断的。话痨，我说他俩啊，是不是？对，哎呦，没想到，哎呦，对，但是他在咱们心里永远留着一碗。对，就留着。不是，最后一碗在我心里边，最后还是吴琼。